我是一涵。Hello， 我是小小。小小小小，我知道闺蜜地图了，这次迷你姐妹花要大展拳脚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会又要卡关了吧？不会，再卡关，我就请你吃肯德基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选二。Go go go！ 第一关是给小小找到木头，后面这么多箱子，不过以我小一眼的手速，肯定一眨眼功夫就收集到了。一个，小小，我找到木板了。一涵，我找到岩石块了。哈？不会吧？算一算，那至少还要多一个木板啊！我仔细找找 ，bingo， 找到两个了。小小，都放在箱子里面给你，快点合成钥匙吧。合成好了，走吧。上面有个箱子，小小，这里需要你帮我踩好感压板哦。真的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一下，两下，轻轻松松拿到钥匙。下一关了，小小。这么多数字，难道是需要密码？箱子里面有弓和箭，小小，我只有两只弓箭呢，你找到密码没？一涵，我差点掉进岩浆里面了，我看看密码是四。好嘞，收到了，辛苦你了，小小。接下来就看我的百步穿杨，咻，钥匙到手，走路。一涵，快帮我找锄头。墙上全是曼特，这回是要变成攀岩高手，爬上去拿锄头路。嘿，这怎么上不去呀、啊？我跳，我跳。看，只能够乖乖地爬上去了，可不能够让小小久等。拿到了，小小，给你去找钥匙。锄地还不简单，看我的。这才一会功夫，小小就成功拿到钥匙了，效率还是不错的嘛。那当然，走吧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等小小给我拿剪刀了。在等小小给我找剪刀的时候，可不能闲着，咱得找找箱子的大概位置。看到箱子了，就在这里。小小，快点！来了来了，剪刀放箱子里。OK， 没问题，在这里把小树叶给修剪一下。好像箱子就在这里，咔嚓咔嚓，嘿，拿到钥匙，下一关。哇，小小那边全都是岩浆哎，而我呢，只需要踩着压力板就可以的。一涵就只会坑我，给我把感压板踩好了。小小放心，我一定会踩得死死的。看着小小轻轻松松就跑过岩浆，并且拿到钥匙，走吧，一涵。哇塞，结束了，小小，我都还没有玩够呢，我要先把星星吃了。小小快来，不然我就把你的星星也吃掉咯。来了来了，我才不会让你吃掉我的星星呢。